短铁成枪，勇火为甲，泰坦巨力帮你扫平敌阵。欢迎来到战神复，请点击工作。只有你一个翻，艾尔斯星球系我奖励，几好、啊，快啲去攞啦！哇，呢把武器真系型啊！快啲带住试下啦！能够再的，所以我哋需要你提前疏通道路。令护路带住物资，黑曜联军嘅碎石军团已经入侵咗黎明之渊啦！快啲点击立即前往进入战斗啦！拖动呢度，控制角色移动。呢度系黎明之渊，前面就系黑曜军嘅占领区，消灭佢哋就能够疏通呢一度嘅道路。做得好啊，细玉！但系你嘅战斗技能仲要进一步提高。我听讲马格听我指令，首先你需要感受自己嘅身体，感受体内嘅力量。有古二脉嘅帮助，你开启咗技，快啲点击升级，提升技能等级啦！主神亚顿，我呢度有一件装备送俾你，当系我哋嘅见面礼啦。点击快速挑战，可以帮你快速选择最新。头先你另外马格纳斯委托我将呢件装备送俾你，佢叫我同你讲，要时时记住自己细弱者嘅身份。你嚟啦，哦，差啲唔记得正经事。呢度有本书，佢叫《起源之书》，系马格纳斯特别交代我交俾你嘅。我睇冇人会俾你噶。我谂凡尼根，唔理系咩情况，你都要将乌鲁带翻嚟。如果你成功咗。救兵终于嚟了，快啲将呢啲怪物赶走！我呢个罩顶唔得几耐。佢哋嘅大佬嚟啦，小心啊！就凭你，我会同碎石军团对抗。
派出更强嘅手下招呼你啦。佢攻击我嘅防护罩，拦住佢。冇用嘅废物，今日等我亲自出马。佢整烂咗个罩啊！快啲帮下我！你以为你赢咗咩？我哋会再见面噶。多谢你帮手啊！我会报答你噶。啊，找到了，这件装备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早日着得整齐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私藏的宝贝。送埋俾你啦。呢度已经受到腐化嘅侵蚀，嗰啲动植物都发生咗变异。仔细搜下，睇下仲能唔能够揾到腐化水晶。城外那班全部都是碎石军团的精锐士兵，他们的统帅崩岩龙是个可怕。支线任务已经开启，提升你的技能等级，战斗将会更加爽快。投入一些，收获大满贯。我果然没看错，你的实力快速成长。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驾驭到套装的。已经帮你解锁自动战斗，快点去体验一下吧。崩岩龙有令，准你行前一步。我听讲你在黎明之渊遭受到敌人围攻，咁即系腐化水晶已经离你好近啦。准备好接受试炼未啊？天神之路序章已经开启，完成起源之书嘅试炼任务就能够攞到封后。
奖励啦！快啲嚟攞天神之路嘅奖励啦！完成更多挑战，仲可以得到更多丰厚嘅奖励噶！